不一样又怎样？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。同志不会跟对方的家人见面，所以不用担心对方家长的眼光。其实我大部分都会说是朋友。爸爸妈妈说就是大学，就是没有到大学的时候不能交男朋友。有一次跟他 FB 交际，就刚好就有合照，然后抱在一起。我就直接跟我妈说没有，他是 gay。你就说我一定是 gay。太没水准了吧？同志恋爱新生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